家好，大家好，系啦，咁今日咧就想打呢、這个啊，神魔之塔 2.5 版本更新咗之后咧，有一系列新嘅怪物出咗嚟啦，咁佢就系魔族嘅，魔族有五个属性嘅魔族啦，咁佢而家就有任务可以俾我哋打，就好似之前嘅基隆任务咁样啦，可以掉落卡嘅，咁我哋。佢第一個出嘅副本咧，即係地下係啦，就即係呢個可以俾我哋打嘅關卡咧，就係水魔族嘅關卡。咁而家我哋打個水嘅中級試一試，壯劍的活霧中級開始啦。開始，行くぞ。好入到去啦，有十个回合先见到个 boss 嘅，慢慢嚟啦，唔使惊啊。啱啱冇够体力，我都打咗场初级嘅，即系都唔算难打，初级梗系唔难打啦，系啦。不过初级系即系睇一睇嗰、那个。boss 個技能是什麼，我看到的 boss 技能其實就是風技，第一次出這個這樣特別的技能，我之前都沒有試過有這種這樣的 boss 的技能。它風技的是怎樣呢？風技就是將他作為一個敵人來說，他會每兩至三個回合就發動一次他這個風技的能力，每次就可以隨機選我兩三隻怪，好像說兩三隻怪來風技，風了就是風主動技，不是風隊長技，風了之後呢就係咯，就自然個主動技就唔可以發動啦，唔可以發動係三至四個回合咧。咁佢每兩至三回合就發動佢自己呢個能力一次，再去令我自己冇得用個技能兩至三回合。咁即係話佢中間有一個重複嘅時間啦。即是說他每兩至三回合可以封我同一隻怪，有機會封我同一隻怪，那這個能力就會疊加上去，即是封技了之後我就不可以用一段時間，那段時間會加上去的，如果他封我同一隻怪的話。那都是挺棘手的能力來的，如果你要靠來保命的話，靠這些技到第八關了，我一個技都未儲好，是不是應該儲儲技先呢？因為我不知道他中級難不難打的，是這樣而已，唉，算了，不儲了。如果這隻魔族作為我們打了回來自己，嘩頂，有隻碧青巨象在這裡，碧青行者這隻抽卡抽到他真的喊三聲，不是說他不好，再見了。好，他說什麼？我哋人類唔好咁自滿啦，但係要激發腐蝕嘅潛力就能與佢抵抗嘅。要相信自己嘅能力，其實即係咩咧？算啦，唔需要深究。但係我哋可以見到佢係封咗我哋兩隻遊俠嘅技能嘅，咁就係封咗火遊啦。誒，佢有幾條嘅鎖鏈，係咪代表封嘅回合咧？
但你睇下佢嘅技能係乜嘢啦？佢技能係佢啊呢只嘢咧，水魔族就叫寒霧劍蟲啊，卡戎，你好個卡戎神，每三個回合隨機封兩個隊員嘅主動技，持續兩至四個回合，可疊加上去，咁應該就係、是、係咁樣啦。咁我哋仲有一，佢仲有一個回合就會發動佢嘅攻擊或者技能。咁我睇下係咪真係一條鎖鏈代表一個回合先。咁我唔好殺佢住啦，整個低啲嘅 combo， 佢應該殺唔到我嘅。佢冇個骷髏骨頭。咁我哋一個 combo 出嚟。誒，係啦，真係一條鎖鏈燒咗咧，就代表個技能可以用啦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可以無憾地殺咗佢。不用太多 combo， 再見了，如果出卡就最好啦，頂補傷添，唔緊要啦。好啦，咁呢個水嘅魔族咧就到此為止啦，中級嘅關卡出咗一隻木魔女、水地精、水食翼仔，好啦，係咁啦，拜拜。